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卦，心病理，七情六淫，七病情，等个完善全国法，医德良心，天地地，阿弘健康万堂。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连杰中医师制作，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医案，以及着病床、养分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，腹肚今日做药毒，心情未轻松，未顺事的朋友。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相交换。人讲建议师中一治，先生显示自然好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理解，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一个参考。更请注意先进动刀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万谈，咱这些侪侪朋友观众，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这个阿宏健康万谈的这个时间吼，来咱现场电话台800-297-7138，现场电话台800-297-7138。那么对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药，那么唔免客气，有任何对咱这个医药，吼、哦，有基本也好，吼、哦，也是讲，阿伯来问阿宏，唔免客气，拢会当利用咱现场电话，嘛是服务的这个电话，800-297-7138。来，那么咱来讲这个西医啦，吼、哦，阿那么会算哪呢？增完这个机械，就是支架、心血管，吼、哦，啊，又搁脱掉的。那么咱前总统阿辉伯啊，李登辉，吼、哦，听伊讲啦，伊心中内面，伊的这个鸡啊，吼，河山鸡啊，装在八只啊，几只的啦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嘛是同款啦。装装的了后，哇，伊个脱掉的，嘛同款，爱个开刀。来，那么开刀当然啦、啊，是为着要让这个心脏，伊这个血管，卖个好糟蹋，吼、哦，
啊，所以经经啊就对了。那么又个啊来做他的，那么心中内科医生看到这个协议的这个报告，表情真凝重啊，吼、哦，真的是安尼啊，凝重。安怎这尼啊紧？才半年啦呢，我吼实在真唔敢相信，都对了，会拜托的，因为吼，这个都是啥个啊？医生在装的，有问题啦。医生在装的有问题啦，你该想啊，对不对啦？来。咱继续，所以医生唔敢想讲，唔敢你安尼，都无人安尼哩，啊哪会无人安尼？都电视嘛咧报道啊，对唔对？几岁的孙安尼啊，都中风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敢是24岁管都中风啊哩？啊无三哥，啊都中风啊，啊这嘛真奇啊，你讲对唔对？那么咱来讲，半年前有一天，伫个路个伫个行，突然间，胸部、心脏这个所在，哇，感觉一阵安尼，一阵的这个刹停，哇、哦，心内在想讲，嗨呀嗨呀，但我唔知着着什么病啊。唔知这个心肌梗塞无啊？但是胸痛无偌久，又搁消失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讲哦，我都无伫个甲注意啦，嘛无伫个甲管啦，就是讲啊，都好去啊哩。那么一个月了后。那么，伊吼，甲伊个即个，算讲翁婿就对啦，老公去病院摕药啊，心肝内在想啦，啊，顺便哦，互共一个医生哦检查看卖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我都有当时啊。突然间的时阵呢，胸部呢疼一下，啊是讲的时阵呢，甲老公去摕药啊，顺便讲好啊，无问这个医生看卖啊。那么医生立刻安排做心电图，运动心电图，宣布讲伊的这个血管已经有阻塞掉了。而且相当的这个严重哦，你看起来无安怎，但是都会顺资料都显示啊，你这是真严重哦，爱做血管的这个摄影，血管的这个摄影。伊讲吼，啊我的时阵参像晴天霹雳，虽然讲吼，有当时啊，血压无啥正常啊。那么中胆固醇嘛偏较悬小股啊，但是伊家己认为讲哦无问题哩，但是吼伊高密度，伊个即个蛋白质维持伫个75啦。那么现在伊个感觉有较散小股啊。安怎的时阵会心绞痛？又搁血管的这个阻塞，哼！伊讲哦，我想袂到的啦，啊！那么心导管手术，无想讲的时阵安尼啊，会惊啦。但是我毕竟的时阵安尼啊，伊讲哦，四边哦，这个血管哦，拢真歪啦。真细条，其中哦有一个所在吼，
差不多有90%，拢要去读起来就对了。医生建议赶紧做这个绕道手术、绕道手术咧。伊讲哦，要开心脏。好、哦，迄阵啊，想讲啊，这个开心脏是大代志呢，大手术呢。当然啦、啊，一时阵都无答应你，讲我搁考虑看卖啊。嗯，啊，我就是讲，迄阵安尼，啊，都有当时啊，小可听一下都好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这个来，想讲这严重，啊，敢那要扛去整安尼先就对了。啊，这尼啊严重！医生在遐讲啦，伊尽量想办法拍通，啊了后，搁再装这个机械就对了。拢总哦，装四支啊，好了解。装四支的这个机械，你甲想看卖啊？从此哦，就食药啊，食不断啊，你就知影。装迄哦，啊，拢爱食药啊，西药就是安尼，你爱食规世人个啦，毋是讲装了就好啊，还佫食药啊，食甚物迄啊？食抗凝血剂啦，都无甚物迄啊，都抗凝血剂互你食。哦，行过个时阵安尼，肺靠伊佫塌掉个安尼啦。但是哦，抗凝血剂哦，医生佫叫你讲袂使食伤济哦。叫你按按照安尼先食，安怎讲？也不会造成出血啊，迄嘛是真危险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为着要互伊通，装四支机械，惊伊搁脱掉的，互伊抗凝血剂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若要讲的时阵安尼，要互血吼会较清的吼。在中药来讲，有介多啦，有介多啦，啊！但是西药伊这个抗凝血剂有副作用的，有当时啊，卖造成啥？造成的是哪呢？脑溢血、脑充血，安怎讲？因为哦，伊这个抗凝血剂吼、哦，比较的血会较清嘛，但是血清是清吼、哦，歹止血，歹止血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血管的破裂，造成出血性的，一寡这个危险嘛吼。那么，逐天都爱食药啊，这走袂去的哩。伫个饮食，嘛爱较清淡的啦，啥物吼，袂使伤过食北来啦、胆固醇啥物遐就对啦。那么，以为讲安尼生就无代志啊哩。嗯，我着照医生安尼讲的药啊，安尼咧食。啊，我食嘛有问医生啊，我即摆现补就是食安尼。医生讲安尼无要紧啊 ，OK 啊，哦 ，OK 就是 OK。想讲，啊，这都无代志啊嘛，即按照医生第一讲的药啊安尼食，啊普通食食，嘛有甲医生啊来切割你，医生讲安尼无要紧，无问题做你食，哈，想讲安尼无代志啊，放心啊，想袂到，医生讲可能伊的这个体质容易阻塞，心导管发觉讲，哎呦，顶一边。做塌的这个90%的这个所在又搁塌了，又搁塌了。那么而且搁较严重啊啦，医生第一讲的啦，袂用的搁装这个机械啊啦，一定吼、哦、爱做这个绕道手术咧。伊讲哦，伊本人考虑几秒钟啦，当然啦。点头答应啊，无要安怎啊，无就死，就死路一条，对不对啦？医生咧讲遮严重啊，啊无赶紧开刀，性命难保哩。
对不对？当然就答应啊。医心入刻，联络心中外科。那么外科医生已经下班了啊，啊，啊，那么医生奶奶过来病房看你。那么讲了后，这个后日会当手术的，要甲排这个手术的。伊讲哦，我心内哦，感觉吼，安尼，心中安尼砰砰跳了，对个啦，犹豫不决。但是啊，转念一个想，无开嘛袂使，早办的啦，早办的啦，对唔对？你慢嘛是爱开刀，紧嘛是爱开刀，吼、哦！你若紧开刀，反正还阁袂死哩；慢开刀，唔倒塌掉的摔落去，一时阵医生无得人救你。好啦，做死有死啊，阁开一遍啊，无要安怎？而且的阵安尼啊，血管随时拢会断去哦。吼、哦，你家想看卖啊，遮尔啊严重。我跟你讲，拄仔我无讲着，因为吼、哦，西药食这个抗凝血剂本来就风险啊，本来我咧讲就出血啊，所以即卖我拄仔无讲着，就是伊这个副作用。你家想看卖啊？啊，医生讲的说呐，血管随时会断。裂开断裂，你甲想看卖，是安奈断裂啦？阿黄伫个讲诶，甲抗凝血剂伫使用有关系。那么会使讲哦，这个命吼。剩一线这个生机啦，尔啦。但这个要安怎讲，我形容煞讲袂出来。命如旦夕就对啦。那么半年前惊痛，唔敢手术，那么半年后要惊死，嘛不得不啊好啊，豁出去啊啦，开就开啊啦，无变怎？麻醉了后醒起来。人已经伫个加护病房诶，上解痛苦诶，毋是伤口啦，是脑伫插管啦。啊，手术了后第二天，被催促爱去诶时阵呢，行路诶，走廊诶去散步行行，伊离胸部啊，甲心脏伊诶即个血水排出诶。那么落这个病床，发觉讲哦，身躯上加四支引流管呢。那么巴肚正手倒手插两个孔里，拢有两支伊的这个塑胶管啊，连接到涂骹，伊的这个塑胶。诶，这个钢啊，塑胶也这个瓶子的对了。啊，那么的时阵呢，伊这个肝啊内面红色的这个液体，就是血啊、血水啊啦。手术了后，你就知影，血水啊要走对倒去，就是爱让流对体外出来嘛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哦，我看到到底吼、哦，触目惊心啊，家己感觉会惊啊，在惊啥个啊？啊，反正你家己的血啊，家己的水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无排出来，你要哪？无排出来，你体内就早晚都爱死啊，对不对啦？感染你就死啊你。无论散步啦，或者是讲哦，去洗面巾诶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哦。拢爱吼、哦，拖着四支的这个管啊，啊，甲两个这个管啊，你啊，实在吼、哦、是非常的这个无方便啊，无法度啦，变怎？
啊，有阵时啊，大家拢哦，即个朋友哦，拢甲我看一个看势，我嘛歹势个，对唔对啦？好不容易第五天的了后，医生宣布，将到即个讲哦，啊，拢甲个孙安尼啊，抽抽起来。迄个时阵，我是讲会使出院啊，透冻啊，会使出院啊。医生哦，伫咧讲啦，讲伫咧美国哦，今日会用咧出院啊啦。在台湾哦，爱待十天的啦。健保局的规定，哦，我心内在想讲，啊，好咧，加在有健保。啊，欢喜！可是有大手术的，这个大手术，拢总三个这个刀口，中间哦，骨开，吼、哦，上到这个胸坎啊，这个白啊骨节拢个骨开呢，无法度。咱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是，咱这拢是规片的哩，但是胃肠啊那个。骨落去啊！你甲想看卖吼，好一顶骨啊，安尼啦。啊，你甲想，迄是讲哦，啊，我倒会算安尼啊。住麻舍啊，你唔知人吼，啊，若要看到迄支骨啊，我看到知昏昏死死去啊。好咧，加载有麻醉啦，啊，若无，敢若我来敢若惊，敢若惊都惊死啊。那么回来找了后，摕一支尺吼，啊，甲量看卖啊，哎呦，大概也差不多25公分。那么30公分是一尺哩，咱大尺一尺哩，啊，二十公分，5公分，差不多有超8寸左右就对个啦，8寸外，超8寸，迄个中间。那么到手柄大腿。伊个即个内面遮大概也差不多12公分，有两个小孔啊。那么胃遐提出一段，差不多有即个静脉代替即个血管哩，好亲像外环代替即个道路啦。好会，会当流较顺利安尼就对了，顺畅。原来做他的这个所在，啊，就袂插伊啊啦，对唔对啦？迄是内面啊，看看无，干那看到外口，啊，这要安怎？啊，到这来啊。那么出面迄一天，我阁向医生哦，啊来说多谢啦，感谢哦。那无你，我看就一面啊，乌哀哉啦。医生伫咧讲啦，你应该吼多谢内科的这个医生啦。伊吼复生，劝你开刀啦，啊。那么内科医生的孙阿娘对病人亲切热心，外科医生心直口快，但是细心呐，吼真的孙阿娘小心。啊，真小心哦。那么开这个胸坎啊，这个吼、哦、技术哦，未歹。搁再一边感谢两位仁心仁术，也是好医生啦，啊，都甲你讲，医生都安尼也要赢，安尼也要赢啦。那开了歹，讲啊，你这都无好开啊，你对唔对啦？你这大手术啦。啊！那开了顺利，讲你甲看，我的技术是赞的。啊，医生就是安尼。那么有关这件，这个心脏装这个机械，无半年安尼啊，照常搁读起，搁再开一遍。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啦，到这结束。其他的一回同这个网络，同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。
阿宏健康，拜拜。